这种资料怎么会落到考律师的手上？有人匿名送过来给我的，有了这个，就能发布具体令吧。我们是地检署的人，尹石泰先生，我们要以诈欺、伪造公文、逃漏税的嫌疑拘捕你。你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放开我！爸，您马上联络那公证。调查员刚才把我爸带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请公证先跟检察官见面。 我现在要怎么帮他呀？你爸爸现在被拘提了，所有人的眼睛全都盯着我看。我一定会将我爸带回来的。如果姑丈想要自保的话，我就自己处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乘着歌声。